讲，还有厉害的把器 ，VIP 胃痛要说胃痛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还有厉害的把器，就是一定要把器粉，那里面是骨灰吗？这个是不行，这不是骨灰，这个是我撩，就是你熟男的时候，熟男的时候你身上一定要，他你看这个粉扑那么大一个，他的粉那么亮，但他已经粉有点洒出来了啦，但是他很香，你闻闻看，大家你看这个那么亮，你看。那么亮，那么亮，那么亮！哎、欸，我们要这么亮，闻一下味道，是会若隐若现的。对，它这个撒在身上，你也会有香味的。来闻一闻，熏香的，熏到闻的，来熏。大家闻一下，没有味道啊？有有香香的，有，微微一点点。是不是这个很女人的味道？这个就是你，看到没有？来来，我再给你们看，来，看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多亮。就算这样撒一撒，你就可以整个身上都亮晶晶的。它可以跟刚刚那个混在一起用防晒那个。可以啊，我跟你讲，越黑的皮肤啊，你就越看得到那些珠光，哦、黑亮黑亮这样。当然啦、啊，那你说你出门到底要涂几层？对啊，我出门的话要看这个男生。这个男生他有没有让我继续打扮的动力？如果只是一般的阿迪亚无聊闲闲没事干，你说他一般无聊闲闲没事干，很帅，我闲闲没事干，很帅，出来约会，他很帅，他只是刚刚三个半小时就已经，因为太累了，因为有时候啊，男人有分，有的是陪伴的，那有的是你还他来着要跟他帮我花钱给我，花钱功能性的，对啊，男人当然有分功能性的呀，他们对女人也是这样，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是有。陪伴那什么样的人又有功能性，然后是受孕的，这种就是要老公啊。但是现在我还没遇到像这种男人啊，这种是一等一的男人，怎么我还在等他出现呢、啊？我慢慢等，慢慢等，他就会有了。但现在很多我fire很多男人都还不到这个等级啊，所以我现在对男人都是功能性。